Hi, my name is Kai Wan.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this YC Onion energy tube. Hi, my name is Kai Wan.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this. Hi, my name is Kai Wan. Today I'm going to quickly open. Hi, my name is Kai Wan. Today I'm going to quickly open this YC Onion energy tube RGBWW 的能量灯棒。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能量光棒。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 ，OK， 所以里面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 ，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然后，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那里面就有一根我们的 YC Onion Energy Tube。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OK， 那盒子里面有一个漱口袋，里面就是我们的 Energy Tube。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本使用说明。盒子里面还有一本使用说明，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还有一个。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两片的磁铁贴片，还有两片的磁铁贴片，还有两片的磁铁贴片，就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然后还有我的使用心得。看来是还，那还有两片的。所以这是两片的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磁。那这是两片的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灯装到你想要的。那这个是两片的磁铁贴片，就看。那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灯固定在你想要的有磁力的东西上面。那这就是我们的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台。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快速轻松的吸附。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我们就可以快速轻。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 energy tube。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 energy tube 贴在。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吸在有磁铁的地方，或是金属的地方。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让这一根 energy tube 轻松的吸附在有磁铁的地方。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那我们待会再来。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就可以让你的 energy tube 吸在磁铁上面。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让你的 energy。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快速让你的 energy。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你想要贴的地方。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你想要的地方。那看来这两片是磁铁贴片，你就可以轻松的让你的 energy tube 贴在你想要贴的地方。OK，那这就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OK，那这就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如何使用。OK，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享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还有我的使用心得。OK，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OK，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如何使。OK，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享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它的使用啊，它的功能，还有我的使。那接下，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使用。那这是我们的使用。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使用。那接。
那这是我们的快速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分享如何使用这个 YC Onion 的 Energy Tube， 顺便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